打者要准备好那才起算。这帮捞到了左中外野方向，新西兰打又把往二里冲了，跑几步停下来，哇，这个球很快的就送了回来。对，如果每个跑垒员像林俊明这样哦，绕过去有企图要往二垒外野回传，就要加快。嗯，而且也自然就会加快。对，因为他整个加速度哦，如果一看，哎呦，你慢慢来，他继续冲，其实你在慌张的做回传呢、啊，应该是抓不到这个跑者。对，如果然后第一时间你就没有积极要回传的话，那就像我们战术里面有一个叫 delay steal， 跳跳跳，砰，忽然间去了，你觉得第二动作要开始飞忽啊？